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明欢欢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有人引到了，不知道是谁。奇怪，什么东西引到的？不会是我吧？我觉得我好像离那挺远的。我不知道看到什么技能过去的。哦，应该是啊。可是灵技撑得高就是不会痛欸。
三、二、一。放松。当心。谢谢波。
蝶勾引。真的，其实我还蛮累的啦，老实说。战战保命哦！我先得刀。
对对OK 啦，他干啊！哦，干这个不用吹啦，他其实在自爆的说，对，我去了，战战，我替你去了。或者是你会走二十啊？天空不是没有那个吗？用心跑的。林姐应该是被那个擦边球炸到吧？嗯，对。好像奇怪，你怎么没死就打死了？抓得太过瘾了。快打快！哇，我操！这个吹不动哦。我们有三个锤眼，差点出去了，我离远一点。过来，好，来了。Three, two, 二 ，one, 一。我操！所以你们是跟着我点？好一点啊！
其他人应该都点了，全部人你们有吃到刚刚有吃到地震的，全部都是跟着我点出来，都是不对的。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打算我自己出去，然后你们会因为进战斗出来，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他们都会点我。太冲了。好吧，小坏炮弹，你身上流着爱和狼，小坏炮弹快出现。哇，猫喵，我不敢进去了。我这二组杀有没有洗到？有洗到一只。对，刚刚他们都吃到地震了，代表说他们是跟我一起，跟我差不多死。啊，连晕都不会晕哦。你身上流着爱和辣子，我没差了。对啊，没啥了。大怪出现。快跑！保持移动。小怪快打！哎。放心。注意等待。刚刚应该是他们有点出来吧，不然你们应该是不会跟我一起吃到地震，然后我出去，然后全部他们就会全部点我，然后你们会在那一瞬间就是都没事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会有事。正常来讲，不过没差啦，至少其实你们的 DPS 也是够的啦，算吃吃死掉了，战战兢兢死掉了。等下走过去小心一点哦，都是血。
直盯我，他就是想要碰我一下。Thank you.
这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